大家好啊，这一期剪400ER 和 ERF 的视频，我们应该就是最后一期了。我们之前做了8期，主要都是依照这一篇文献，是波音官网上的一篇文献来，也不说逐字逐句的翻译，但是基本上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呢，我也差不多提到了。那么这一篇文献呢，是一个名叫 Kurt Kraft，他是波音747项目的一个项目管理。然后呢，我们这个封面上就可以看得到，歼400ER 这里的舷窗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说上一期讲到的飞机的隔框纵梁，然后它的蒙皮加强，基本上都在这一块儿。这里也差不多，应该是主油箱和辅助燃油箱的交界所在位置。基本上，这就是歼400ER 的特性了。这期视频呢，我们是主要还是按照这篇文献，把歼400ER 的这个商载和航程的这一张表呢，讲解一下。这是歼400ER，下面一张图是歼400ERF 货机型。然后我们先从歼400ER 讲吧。纵轴是 payload，也就是商载；横轴呢是航程，以1000海里为标准。然后括号这里1000公里，公里的话就是里面这根轴啊，外面这个轴就是啊，公里是外面这根轴啊，里面这个轴是海里啊，同样的。内侧的这个轴呢是磅，然后外侧的轴是公斤，公斤都以括号来表示，公制单位都以括号来表示。那么这张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飞机销售都会用得到，给客户讲解的时候会介绍到飞机的最大航程，就是说它的这个走线啊和横轴上交界的点，基本上就是飞机的最大航程了。纵轴呢就是飞机的最大载客量，就是说最大商载。商载呢，只仅仅只包括旅客、货物，然后一些其他的那些，别人付你钱你才拉货的这些项目啊，就商载嘛，只有发生了商业行为才载的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吧，就是我们叫商载。至于你带多少的备份燃油，带多少你航空公司要带过去的备件这些的，只要是你，飞机设计之初不考虑到你通过这个来赚钱的这些载荷呢，都不算商载。当然了，也不包括这些纯粹就是运油机，叫 tankering，就运油，比如说从油价特别高的地方，往油价特别低的地方。或者说，从油价特别低的地方往油价特别高的地方运油，当然了，这个涉及到其他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出口管制啊，或者是倾销之类的，这我们就不讨论了。好，那么 ERF 的话呢，我们还是从左侧看起。左侧这根轴上面显示的差不多155是中间，那么就是157、58的样子，那就是747减400，这根线指的是747减400实线。在最大起飞重量下，875，875,000磅，就是换算成公制的39,600千克。这根平线呢，就是说飞机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这根线，它的商载就是这么多了，157、158的样子，15,700、15,800的磅数啊，差不多7万公斤。那么看到虚线呢，有两根虚线，一个是长虚线，一个是短虚线。我们先忽略不计这根虚线，这个虚线呢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就是载416名乘客的情况下，那我们看最大商载的虚线呢是长虚线是歼 400ER，短虚线呢既然是歼 400ER 两颗星，一颗星呢就是有一个辅助燃油箱，两颗星就是两个辅助燃油箱，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个长虚线比短虚线稍微往上抬了一点，145整的样子，短虚线144。
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油箱本身啊，它有一个本身的重量，所以说你装了2个辅助燃油箱的话，那么你实际能够搭载的商载又会相应减少，因为你要余出来一部分商载的额度放到这个油箱的空重上面。好，那么这三根线平行的呢，一直到哪儿？到了横轴上，差不多5800的样子，5800、5700。那么这一点就开始出现了，开始往下降，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点，英语里面叫 knee point 啊，我们叫这个叫顶点吧。在这个顶点上呢，你要想再飞远，你就得少拉货，少拉货为了目的什么？为了多载油。那么就像出现了一个平衡问题，就是说你要想飞得远，你就得多载油，多载油你就得少拉货，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么看747-400呢，在580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顶点，在歼400ERF 的话是在6000左右，所以差不多提升了，在最大商载的情况下，最大商载最大起飞重量，747-400ER 的优势是在6000海里左右。6000海里之前，因为你能拉更多的这个货物，所以呢，航空公司会首选歼400或者歼400ERF，不，歼400F，要么是歼400BCF、BDSF 这些字母都是改装公司。BDSF 呢，就是一个叫 Baydek，以色列的一个改装公司。BCF 呢，就是 Boeing Converted Freighter，就是波音自己改装的公司。歼400F 呢，就是出厂的时候就是一架货机。之后的话，也可以再开一期节目，专门讲讲货机啊。不过这期节目主要是讲歼400ER 它的一个航程商载图，所以我们就不详细讲。好，那么再往下走呢？这个绿色这片区域表示绿色，绿色就是美钞啊，美钞就是绿颜色的，所以这一块就是歼400ER 它赚钱的能力就开始体现出来了。航程越远，歼400ER 的优势就越大。那么在这一块区域，相同的液载情况下，商载情况下，歼400ER 能够多飞200海里左右，或者在相同的纵轴上来看，相同的航程下，歼400ER 能够多拉货物。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有优势的这么一个体现啊。好，那么到了第三个顶点，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斜率呢开始变得稍微更倾斜了一点，那么就是表示我在这一段斜线上，我飞的航程越多，那么我相应减少的商载是一个比例。那么到这儿了呢，就是我飞的航程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的商载能力会大大的下降。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飞到更远的地方的话，你要拉更多的油，然后你拉更多的油呢，你就会少拉更多的货。那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你初始的重量大，那么表示你飞机就不可能飞到更高的巡航层，就表示飞机飞得越低越耗油嘛。所以你一开始的巡航高度可能也就28,000、29,000、30,000左右。所以说一开始是完全的是以油烧油，所以说，到后面这一点的话，你实际上所要飞的航程越多，对于你起始状态是体现的是非常吃亏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一块儿，出现了一个分界。那么这分界呢，就表示装了一个辅助燃油箱和装了2个辅助燃油箱不同的这个航程。那为什么这一块是留白呢？因为实际上在生产量产机情况下，波音只量产了带有一个辅助燃油箱的歼400ER，有2个辅助燃油箱呢，波音有出图纸，有过审，但是并没有客户来订它，因为在02年、03年的时候呢，其实777已经很有优势了，在远程的情况下，它不需要像747-400那样，在以油拉油的情况下吃大亏，所以说呢，航空公司在远程、超远程的
这个飞行的话呢，就基本上不选歼400了。歼400还是看重它拉货的能力。好，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图，航程一直基本上到歼400的八千四百海里，然后400ER 的8600海里，400ER 两个辅助燃油箱可以到9000海里，但是基本上除了公务机用户，我不觉得会有谁能够在9000海里上，或者说八九千这一块，能够用747来赚钱。好，上面讲到的是歼400ER，这一个呢是 ERF，那么相对于客机的话，货机其实是没有装辅助燃油箱的，它仅仅是做到一个机身结构的改变，能够让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从875到910，这歼400F 嘛，400F 就标准400型的货机，结构加强的 400ERF 呢做到了910，也就是说这一块绿色的就是它的赚钱区域。同样道理，我们这一块看的其实是一个货机的一个图，所以这一块最大的区别呢是，这里是在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上做文章，这一块呢是在它最大的无油重量还有最大着陆重量上做文章。那么因为它歼400。F 本身它，就是货机系列的话，747、歼400、400ERF，它并不会在航程上有太多的要求，它只是说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能够拉，尽可能多拉货，也实际上在运行过程中，超远程、远程的这些货机呢，主要还是看它的拉货能力，因为无论是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主要是跨太平洋吧，这个它总会在中间的一个经停点做技术经停，像安克雷奇是最大的货机技术经停点。那么唯一能够限制就最大商载的就是它的最大无油重量，就是一滴油都不加的情况下，我能拉这么多的货。歼400F 和歼400ERF 呢，在最大无油重量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63万5千磅。好，那么在这根虚线、两个虚线，长短虚线上一样的情况下呢，基本上是一个 typical mission rules，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任务商载。也不可能每次都精确的做到能把飞机完全的装载到这个最大无油重量，所以说基本上611、610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重量。好，那么再看611、610的时候，在4700海里、4600海里以内，歼 400F、ERF 没有任何区别，大家都是拉相同的货，但是出现赚钱的这个绿色区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歼 400F 这根长虚线呢，就开始提早的走下坡了。那 ERF 呢，还要往前再多延伸一点。那么这多延伸的这一块，就表示在相同重量下我能飞更远，或者在相同的航程下我能拉更多的货，一直到最后交界。交界到这儿的话，就是6800、6900海里左右。到6900海里以后呢，大家又都差不多了。因为再往上走，又变成了以油拉油，以油烧油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里啊，还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曲，一个斜率。那么这个斜率呢比较陡，这个斜率比较稍微不那么陡。我的理解呢，可能是在这儿就会7500海里左右，差不多就做阶梯爬升了。然后阶梯爬升了以后，就飞得更高，烧的油就更省油吧。所以这就是，歼400ER、ERF 对于一个航空公司来讲，它的赚钱区域，基本上也是为了澳航啊，澳航给澳航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飞机，能够飞北美航线，甚至说能够飞到这个比新加坡更远一点的做技术经停。或者甚至于飞到西欧之类的。
好，那么这一篇文献，在这里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辅助燃油箱。那这个辅助燃油箱呢，它的容积是3210加仑，就12151升，然后应该是比汽车能够多装1000倍吧，差不多1000倍的一个燃油。空重的话，我没有找到有多重。不过他说是业内里面使用的这个材料呢是，最最最性价比高的材料，就是说空重非常轻，扔拉的油又非常多。然后呢，他这个应该做的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测试？基本上这些门可能就是让这个机务能够进去检查油箱内部的，因为每一次飞机做大修大检的时候。大保健，就肯定需要到油箱内部里面去看，英文里面叫 tank rat，所以基本上，身材比较小的机务大哥呢，可能就会被自告奋勇进去查看这个飞机油箱。坊间传说啊，出过这个某地出过一次事故，是这个飞机油箱在检修的时候呢，因为你是一个。密闭容器的一个进入过程，英文叫 confined space entry，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许可证，需要有一个这么管理项目。但国内也不是国内，某地呢，它这个管理项目做得不好，它外面这个人看着的时候呢，里面这个人带着氧气筒啊，带着氧气管进去了，外面这个人就到点说，哎，到点吃饭去了，然后就去吃饭了，然后这个人就在里面被困住了，然后后来啊，应该是没有出人命吧，但是呢。也算是这俩人也算是结下梁子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总的来说，往本身空间就不大的飞机里面，还要再硬塞进一个空间更小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还要再定期的做检修，我觉得机务同志们是真的挺不容易的。这就是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呢，他是。在波音里面有，79年就在波音开始工作了，然后在不同的项目里面也有不同的领导岗位。他主要的一些成就呢，就包括，747的叫 Airplane Level Integration Team，应该是一种整合项目。歼400、767歼400啊，这是双发767歼400，动力系统的一个动力平台的这个队长，然后737、757项目的。动力方面总工程师。最后一张图，快速的过一下，就是相比较歼400标准型和歼400ER。同样，波音给出的建议是三舱，载客量呢是416，416。根据不同航空公司的不同布局呢，可能会有上下浮动。最大起飞权重，区别来了，一个是875，875000磅。一个是91万磅，所以歼400ER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最大起飞权重、最大着陆重量还是不变，652，652。这样的话不用做额外的试飞测试。航程呢，我们这里就用海里来说了。海里方面，歼400ER 比歼400要多飞差不多410海里，所以这410海里呢，往往在远程航线中，尤其是在二次放行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很大的优势。这里呢，就列举了6条不同的这个航线。那么歼400呢，基本上就是洛杉矶到香港，洛杉矶到悉尼，新加坡到伦敦。歼400ER 呢，就可以从纽约到香港，也就是这从美西到香港变成了美东到香港。从洛杉矶到悉尼，洛杉矶到墨尔本，从飞到澳大利亚悉尼。或者飞到利亚墨尔本，这就是有很大优势。然后新加坡到伦敦，之前讲过的，从澳大利亚飞新加坡做一个技术经停，再飞伦敦。然后呢，在跨南太平洋的过程，因为南太平洋岛屿很少，能够合适的备降场也很少，那么有了歼400ER 呢，就可以直接从澳大利亚的帕斯飞到里约热内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拓展航线来讲，歼400ER。算是一个游戏的规则改变者，速度上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是以点855马赫来飞，MMO 应该还是点90，发动机
发动机也没有进行更大的升级，因为只是对于飞机的机身进行了改造，动力系统完全不碰，所以说，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飞机改装，图纸改进，最大燃油，那么从57,285加仑增加到63,705加仑，这个当然是，有带信号的呢，表示是两个辅助燃油箱啊，这只是波音做的营销策略，它营销上给你写最大的这个燃油数量，但是呢，实际上卖给你飞机钥匙交付那一刻说哦，对了，另外讲一下，这个是两个辅助燃油箱啊，你要的只是一个辅助燃油箱，所以你的这个会打点折扣，在这里给你用很小的字写一个 The fuel capacity with one body tank is 60495加仑，所以从63705变到60495，这就大打折扣，这就是一个销售技巧啊，就是对比的时候用最好的跟你对比，然后实际交付的时候跟你说一句哦，顺便提一下，你这个飞机不是我跟你宣传时候的这个飞机，是你自己选的，你只选一台辅助燃油箱，长宽高没有任何改变。实际上波音的747系列长宽高，除了 SP 和减8以外，其他的完全一样，减400、减200、减300、减100，基本上都是70.6米长，64.4米。这个宽就翼窄64.4米，高呢19.4米。好，唯一的劣势呢就是这个货舱容积，从这个60.25变成了55.99，5332变成了48.37。让我们这看一下有两颗星和三颗星的，两星呢就是告诉你一个特殊的一个装载情况，就是30个 LD1。14个 LD1，就是上主货舱和副货舱。这里呢就是28个 LD1，14个 LD1 也是主货舱、副货舱。因为你在前副货舱加了一个辅助燃油箱，所以呢，这个总的载货量就变低了。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好，那么这期视频也就完结了，歼400ER 系列就完结了。第一次做系列视频，然后反正就慢慢改进吧。以后加特效啊、剪辑啊、拍摄手法这些都会慢慢进步的。谢谢大家。下一期的话，可以考虑让飞机动起来了，就不让大家再看静态展示了。